我哋系南台科技大学多媒体与电脑娱乐科学系，我哋而家朝向 ACG 产业嚟培育人才。所谓 A 咧就系动画，而 C 咧就系漫画，然后 G 就系游戏。我哋过去学生嘅表现相当优秀，喺游戏类嘅竞赛，我哋连续获得4C 数位创作大赛最佳团体表现奖，亦就系我哋喺成个竞赛里面获奖数最多，积分最高。我哋呢个实验室除咗做一般在台上面嘅游戏之外咧，就仲有一啲结合大型互动装置嘅游戏。好似我哋而家所睇到嘅幻墙飞行 PS 射击游戏，将游戏加上感应器整合起嚟，成为一个沉浸式嘅大型娱乐系统。我哋装置里面包括原地行走装置，你可以喺呢个环境里面自由走动，令使用者能够喺飞行环境里头自由自在咁移动。另外，我哋仲有所谓嘅虚型泛舟装置，系一个好典型嘅结合大型硬体所形成嘅游戏。我哋嘅玩家利用三轴定位技术，然后去判定佢做乜嘢嘅爬墙动作。喺成个广义文化创意产业里面，动漫游戏产业嘅产值系最具体嘅。是我哋好有机会喺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嘅。南台科大多乐趣，邀你看台湾。